成就与否那也是你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你说你如法修持，红尘赚了大钱，那也是你啊，对不对？你事业昌盛，那也是你啊，家庭和乐，那也是你啊。那跟超马结相结合，结合在哪里？因为你在红尘中的昌盛成功，让世人对你刮目相看，而愿意来学习跟你一样的系统，你发光发热，所以刹那间成为天地的宠儿种子，是不是？与超马相连，是这么来的。你说你真的，你不要说别的嘛，你真的赚了1亿好不好？你有说分导师多少吗？有没有嘛？我问你。没有。有，至少他有礼貌，带着2盒凤梨酥。绝对还是有啊，但是礼轻情意重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好，如果今天这个是正派的，你好，不会跟你讲53了、啊，你好，祝福你都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咯，到底是谁正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年头是听了，我是觉得很多啊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。但是一切问良心，一切问良心。我们只度大智慧的人，我们不度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大智慧，就用实践来证明。你一下东一下西，随着摇摆，随着别人讲什么，你就想到那儿，然后随着那个人讲的，又随着再荡到那儿，你智慧不足啊，加个二字，为什么？惊叹号！你在学什么呢？你在学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哦，我很在意，我在意什么？我在意你有没有成圣贤。至于你要不要信我，那随便。至少我先跟你讲，我讲的都是真的，你信不信我随便，对不对？事实会不会运作，那你看着嘛。你现在像我上个月我不是讲吗，上个月还是4月底的时候我不是讲吗，我说疫情有没有第二波，现在迹象有没有像那一点。但是你看现在就来了一个 很神圣的问题了。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跟别的国家比，台湾是不是属于像福地、啊、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一个很神圣的问题来了，全世界不好，你台湾好，你就不要有飞机、啊、对不对？飞机下来又是问题，怕什么？就怕这个，怕外面来的感染，把这个圣地又污染。所以咯，你说是帮谁？是帮自己啊，你帮全世界也是帮自己，因为这是地球村嘛，